三月九月百合季，也是九圆九圆的事情。春夏秋冬，白天黑夜，他们曾经也生活在这片土地。看看那时候地球的神奇，一万年前的巨星，回放他们的奇迹和迁徙。想象棘龙狩猎记。小吉，你看那是什么恐龙？看起来有点吓人啊。它是双棘龙，在恐龙世界中，双棘龙不算特别高大的恐龙，大约只有两层楼高，但是它的确是侏罗纪世界很厉害的猎手哦。我们这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好，出发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看，我们找到了今天的主角双棘龙了。它是不是肚子饿了，在找食物呢？是一只大蜥蜴，这是双棘龙最喜欢的食物了。双棘龙发现蜥蜴了，快呀快呀，就要捉到了。哎呀，只差一点点。加油，双棘龙。抓到了。哎呀，蜥蜴又逃跑了。双棘龙嘴巴的前端特别狭窄，可以灵活地将躲在石头缝或树丛里的小动物叼出来吃掉。只是这回的石头缝真的太窄了，连双棘龙都够不着。双棘龙好像在想办法呢。唉，还是够不着。哎呀，怎么又失败了？难道这只双棘龙今天要挨饿了吗？唉，双棘龙还是抓不到蜥蜴。蜥蜴跑掉了，快追呀！唉，蜥蜴又躲起来了。双棘龙还是咬不着。真伤脑筋，怎么样都抓不到。哎呀，蜥蜴又溜走了。双棘龙好像很生气呢。狡猾的蜥蜴又躲到了石头缝里，这下双棘龙该怎么办呢？双棘龙好像想把蜥蜴吓出来。蜥蜴又跑了。双棘龙踩住了蜥蜴，忙了老半天，这下终于成功了。但这只小蜥蜴好像不过是塞牙缝呢。双棘龙是生存在侏罗纪的恐龙，身长大约6至7米，体型修长，它们的头上长有两片头冠，因此被命名为双棘龙。双棘龙的腿很健壮，能用两只后腿行走，行动敏捷快速。它们长长的尾巴能用来保持平衡。